雨倾盆，满满浸泡在泥巴水里的不是堆肥，而是台南关庙三宝之一金钻凤梨。伊用农民足支持民进党，诶，只诶了诶候选人嘛。嗯。啊，今日农民今日变安尼哦，伊拢无出来同关心一下哦，我若讲袂过。民进党政府对这官员，干那要做官？要领钱，无一个官员落来，我到阮官庙看讲恁的往来是到底安怎？嘉义凤梨农北上抗议，台东凤梨成功外销，关庙凤梨农每户惨赔120万，却等不到政府来帮忙。官当再大，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老百姓永远不会认可你的。关庙凤梨农冒雨抢收，却越赔越多，4万多颗凤梨只卖15万，心血全部泡汤。当然希望物件爱一定爱销去大陆啊，因为大陆人口10几亿的人，吼，啊，伊若甲咱食一嘴，咱台湾人一冬食袂了呢，吼，所以我问安那讲，希望讲咱的农产品，尤其阮往来啦吼，那外销大陆。安尼可能就满足 OK 了。民进党搞台独，台湾没前途。你赖清德这个傻逼，竟然敢讲说你是一个台独务实的工作者。连果农都知道外销才能解套，蔡政府还只会讲风凉话。94%无色选民应该觉醒，让国民共比赛爱台湾。记者黄家伟、王少云 SNG 小组台北、台南报道。